草民皆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岑文昭学识渊博，忠君爱国，特封校书郎一职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今天二公子进封校书郎，没想到又是老夫人您大寿之日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老奴恭祝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公公太客气了。公公在舍下喝一杯寿酒再走吧。老奴还要回复圣旨，不打扰岑大人了，寿礼改日补上。公公您太客气了，我送您出去。请。娘，孩儿终于也当官了。好孩子，你有了成就，也不枉你大哥对你的谆谆教导了。孩儿和大哥一样，一定做一个好官。文昭，你做了官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天下万民的表率，以后你要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才行。是，大哥。绝对不行，我再也不办了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大人。那就是，这话真是吴大人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您是？我是岑文昭啊。我想起来了，您是校书郎岑大人，中书令大人的弟弟。不错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岑大人，这两个人在这摆摊偷斤短两，多次被人投诉，我奉府尹大人之命没收他们的货物。做生意要讲究诚信，公平买卖，你们怎么可以欺诈客人呢？就是。你是文昭？你们认识我？我是朱有德，他是张德利。你把我们给忘了？有德，德利，是你们？你们怎么会？都怪我们糊涂，当初没有跟你一起去读书，如今你当了大官，而我们，就算是做小买卖，也不应该欺骗客人啊。你以为我们想啊？我们的生意不好，交了税，连温饱都成问题。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。是啊，文昭，你现在衣食无忧，你是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的。岑大人，您认识他们？是啊，他们是我幼年时的朋友，吴大人能不能高抬贵手，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？岑大人，不是我不想帮您，府尹大人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啊。吴大人，岑大人，这件事我真的做不了主，如果您要为他们俩求情，去找府尹大人吧，把他们的货物没收，带回府衙。是。哎，大人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大人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们再啰嗦，连你们一块抓去府衙。文昭，你倒是帮我们说几句话呀。岑大人，在下有公务在身，告辞。有德，德利，先别着急，喝杯茶，慢慢想办法。我们能不着急吗？我们就那么点家当，被没收了，
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？文昭，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。这件事闹到府尹大人那里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没有办法？那你大哥？吴大哥？是啊，文昭，你大哥是中书令，一定认识府尹大人，求你大哥为我们说几句话，给我们俩一条活路，求求你了。有德，你快起来，这是做什么？文昭，我们要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也不会这样求你啊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。好，这次我帮你们去求大哥，不过你们两个以后可不能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。哎，我们经过这次教训，哪儿还敢这样做呀？是啊，文昭，我们不敢了。文昭，有事吗？哥，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文昭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哥，我有两个朋友，他们的摊子被府尹大人没收了，您能不能去府尹大人那儿说一说，求府尹大人放他们一马。他们的摊子为何会被府尹大人没收？是因为他们缺斤短两，欺骗客人。我若去求府尹大人，岂不是阴司废公？哥，有德和得利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，他们有难，我不能不帮啊。你说的两个朋友是朱有德和张得利？是。你与他们二人还有来往？不是的，大哥，我们是日间在街上偶然遇到的。他们二人年幼之时，德行便有缺失，如今又欺骗客人，你与这样的人交往有害而无益，你以后还是不要与他们再交往了。哥，他们欺骗客人也是受生活所迫呀，逼不得已啊。受生活所迫就可以骗人吗？这府尹大人没收他们的摊子是他们二人应受的惩罚。哥，他们要是没有那批货物，真的就走投无路了，毕竟朋友一场，我若是不帮他们，也太没有义气了吧。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绝对不能够因为私情而置国家的法规于不顾。那就眼看着他们自生自灭。你把这些银子送给他们，虽然不多，可解他们燃眉之急，希望他们二人能够从此改邪归正。哥，文昭，我意已决，无需多言，你以后再也不要跟他们来往了。哥，您的银子我不会要，朋友是我的，我自己想办法帮他们。文昭，怎么样？文昭，你再好好求求你大哥，没有那批货，真的会死人的。我大哥那人很固执，他认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这是我的一点积蓄，你们先拿去用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这怎么可以？是啊，我们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？你们要是还把我当朋友，你们就收下。这等你们以后有了钱再还我，不是一样吗？文昭，太感谢你了。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不过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。
一定一定，文昭，你对我们俩这么好，我们俩请你喝酒。喝酒？不好吧？喝一点没事的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诸位爱卿，朕今天想听听你们对治国有何谏言。启禀陛下，臣以为要想国家长治久安，应从教育入手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只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加以重用，国家方能富强。不错。如今教育偏重于理论和学说的培养，臣认为德行才是教育的根本。爱卿说的有理，德行才是根本。如今秘书省正在整理编纂圣贤之学，臣认为此项工程意义重大，不可掉以轻心呐。爱卿说的对，那就有劳爱卿监管此项工程，以免出错。臣遵旨。下官参见岑大人。哈，免礼，我奉陛下之命检查一下你们的编纂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。启禀大人，编纂工作一切顺利，请大人放心。这是谁的座位？这是？到底是谁？大哥，你坐这里。是。办公时间，你去了哪里？我。无故旷工，应如何惩罚？应罚俸半月。依例惩罚。是。将你编纂的书籍给我看看。这本书重新编纂。哥。这些日子你都在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。那你为何工作迟到？我。你去喝酒了是不是？哥，我错了，我也不想，可是朋友盛情难却，我不好推辞啊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朱永德和张德利？是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他们两个德行有失，让你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。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哥，我从小到大就这么两个要好的朋友，怎么能说断交就断交啊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跟他们在一起，你的言行举止会受他们的影响，他们会害你一辈子的。哥，我以后不再饮酒，不再迟到也就是了，我真的忍不下心与他们绝交啊。这不只是饮酒和迟到的问题，你看看你编纂的书籍啊，里边有多少错误。子曰，无友不如己者，你整理的注解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。你告诉我，这是哪位先贤的注解？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。像你这样没有任何根据，任意胡解，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不敬，更会误导后人，你知道吗？哥，我错了，我今后一定改。你整日与德行有失的人为伍，你怎么改呀？看来今天我不执行家法，你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错误。来人。老爷，取家法。是。文本，你在干什么呢？
娘，打扰您休息，孩儿知罪。文本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要加法惩罚你弟弟。娘，弟弟他结交损友，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。孩儿劝他远离损友，可他就是不听啊。娘，孩儿有错，孩儿不该饮酒，不该迟到，不该工作不认真，可这一切都是孩儿自己的错，孩儿不能将错推到朋友的身上，更不能因此跟朋友绝交啊。文昭别哭，你改正错误也就是了，不必与朋友绝交。娘，文本啊，文昭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，他也大了，有他自己的交友方法，只要没犯大错，我们就不要干涉他了。是的，娘，但不用再说了。臣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陛下连夜召臣进宫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啊？文本呐、啊，朕这次召你入宫是为了你弟弟岑文昭啊。陛下，臣弟最近怠忽职守，编纂失误，是臣教导不严，请陛下降罪。啊，爱卿啊，这件事朕已经调查过了，与你无关，全是因为你弟弟结交轻薄之人所致。正像你日间所说，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意义重大，不能有一丝的错误。朕想教书郎这个职务不适合令弟来担任。陛下的意思是？朕想将他调到边关任职。啊，臣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臣愿代弟受罚。哎，你弟弟是指与你何干？陛下，臣不想失去老母。朕只是将令弟调去边关任职，怎会让爱卿失去令堂？陛下有所不知，臣自幼丧父，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，家母对舍弟非常宠爱。如果陛下调舍弟出外，家母一定会忧愁成疾。臣倘若没有了弟弟，也就没有了母亲。臣请陛下可怜微臣偌大年纪，尚未能孝顺老母，给臣一个孝顺母亲的机会，饶恕舍弟，臣愿意代弟受罚。爱卿言重了，朕不知你家有老母在堂，思念令弟，朕不是不孝之人，朕明白你的心意。谢陛下。那朕再给令弟一个机会，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，好好做人。谢陛下隆恩，臣一定极言劝诫舍弟，让他改过。朕相信你。文昭在哪里？老爷，太夫人她。太夫人怎么了？太夫人病倒了。啊！大夫，我娘她。老夫人感染风寒，病情不轻啊。我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？熬过今晚当可无事，若熬不过今晚，怕是……啊！文昭，文昭，娘，孩儿在这儿呢。文昭啊，娘快不行了，你打小就顽皮不听话，娘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呀、啊。娘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文本。娘。文本啊，你自小稳重，娘很放心你，你要照顾好弟弟，别让他出什么事啊。娘，您放心吧，孩儿一定照顾好弟弟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娘。娘。